各位宜兰县所有的乡亲，各位宜兰乡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最重要的，我们黄真婷立法委员造势场合，还有我们最棒、最了不起的县长林智妙林县长，还有我同班同学杨吉雄啊，我们同一天进到立法院，还有林建荣啊，都看到跟自己这么好的同事啊，感觉非常的高兴。另外呢，宜兰在的各位议员、里长。 还有各位代表、各位社团的负责人，大家晚安，打个呼。不知不觉，黄真婷上一次的竞选场合到现在，快有差不多20天了吧？20天打开报告，我怎么助讲差不多有85场，基本上嗓子已经哑了，人也瘦了，头也秃了，然后精神体力啊都不济了，但是宜兰我一定要来。 因为我知道，我们宜兰45万人，市长我只有这一席立委。亲爱的宜兰乡亲呐、啊，宜兰的立委啊，是我们的心肝宝贝，是我们全宜兰县在中央唯一的一席。其实平心而论，对宜兰你是都盖过碑，因为你45万人只有这一席立委。 有的到了48万、50万人口，就会有2席立委。他偏偏宜兰县就是卡在45万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林智妙县长各方面评鉴都是最认真的县长，但是没有中央的资源，没有中央的声音帮助县政府，这个县长是非常孤独、没有力量。 我们看看黄真婷站在立法院，我跟我讲烧香哈，我一定要来帮黄真婷，就是因为黄真婷知道他的责任重大。你看一个政见，他讲了几条，将来对宜兰县的发展是多么多么的重要，包括打通宜兰的任督二脉，整个环岛的高铁要不要做？如果要做，宜兰。 是不是最重要的？当然是最重要。宜兰到底算东部还是算北部，还是算东北部？等到环岛高铁一通，宜兰没有东部北部的问题，因为高铁带来大量的人流，带来繁荣的观光。宜兰县好山好水，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可以跟观光客分享。所以黄珊妮要求。 一定要打通宜兰的任督二脉，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政见。第二，如果环岛高铁建，宜兰也在环岛高铁的一块，中央山脉28公里打通，我们国道6号穿过了花莲、台东，只有28公里，亲爱的乡亲，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整个都流通起来。那我们宜兰。 将来到台中南投苗栗，我们可以走整个环中央山脉国道6号过去，我们也可以从北海岸过去，我们也可以坐高铁过去。反过来，咱在的这侪乡亲是来好生，囡仔拢伫外头上班，将来工商业繁荣了，投资者多了，路一通就容易发财。所以黄真婷这个政见太重要，我再补充一点。 将来整个中央山脉28公里，如果我回到立法院，我会跟黄真婷联手来打造宜兰的交通。另外，做我们林智妙县长的后盾，让我们宜兰在立法院绝对不会只有黄真婷一位，我们会做他的后盾，一起来帮宜兰建设，好不好？好。再一次拜托大家。 乡亲们，不到9天就要投票，我们等了4年才等了这一次机会。投完票，我们就要再等4年。宜兰县唯一的立委，我们不能跟诈骗集团结合，这个像话吗？宜兰县是民主圣地呢，我们所有的心肝宝贝，我们的立法委员。 行为不端正，跟诈骗集团结合。
你怎么跟乡亲交代？所以宜兰的立委站在立法院，一定要知道乡亲是他最大的后盾。你大家爱想，我怎么样帮助我的家乡？这是宜兰的立委一定要认识清楚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再一次要呼吁大家，我们发挥我们民主胜利啊，我们把宜兰县这个招牌擦亮。我们有这么棒的县长，我们将来有这么棒的黄镇廷当立委，联手起来，其他的立法委员都愿意来帮助黄镇廷，让他不孤独，在立法院结合所有的好立法委的同事，一起来帮助宜兰县，好不好？好。再一次拜托大家，基本上身体也不行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再一次来呼吁大家，拜托大家，总统请支持侯友宜、赵少康，好不好？好。立法委员请支持我们自己最棒的黄镇廷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政党票请投几号？九号。哇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投九号，好感动。再一次拜托大家，希望1月13号迎接我们宜兰县的胜利，迎接我们中华民国的胜利。拜托宜兰乡亲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韩国瑜，很在台湾吐套套，给他套套，可惜为着咱天后台湾党的未来，带着破晓，感谢咱的韩国瑜，咱的党台大小伙子黄镇廷。一点爱来，韩国瑜，坚持，加油！台湾需要你，立法院需要你，来掌声！韩国瑜加油！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